詹姆斯加盟湖人后，魔术师一番操作可所谓让人看不懂。不仅没有引进乔治、莱昂纳德、套辛斯这样的全明星，反而在自由市场各种捡漏，其中签下隆多更是让人不解。毕竟鲍尔的打法和他如出一辙，都是传奇为主，没有三分射程。很多人都以为湖人之所以签下隆多，是要交易鲍尔换来昂纳德的节奏，结果并不存在这样的事情。如今都有鲍尔了还签下隆多，湖人助教终于给出原因，只可惜鹈鹕不知道湖人助教 Jesse Marmuris 接受采访时对新援隆多的篮球智商大为赞赏。他说隆多目前的层次显然更高，他不仅是在打篮球，也是在下棋，因为他知道对手防守的弱点和薄弱环节，知道球员的倾向，知道如何利用他们。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在 NBA 打球的教练，对于主教练来说这就是最有价值的事情，因为你有一个能在球场上打球的助教。众所周知，在过去几年之中，隆多辗转小牛、国王、公牛多支球队，一直没有打出身价，甚至都称为球队毒瘤，总是和教练搞得不开心。直到这个赛季去了鹈鹕，才焕发新生。起初金特里和他也不是很好，一度压榨他的上场时间。尴尬的是，在隆多没有什么发挥的情况下，鹈鹕差不多都以输球告终，加上季后赛席位竞争激烈，这才让隆多在场上可以肆意发挥。正所谓是金子早晚会发光，隆多得到解禁之后，不仅是球队的首发控卫，彻底解放了霍勒迪、摩尔等人，还是场上的教练，季后赛首轮把利拉德当作小托马斯那样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连什么时候叫暂停换人都是他向场边的金特里示意的。然而来到休赛季，鹈鹕第一时间把主教练金特里续约了，却放走了球队功臣隆多。只能说鹈鹕这不是逼浓眉哥走，就是在逼浓眉哥中回空砍群群主。